要告诉大家的是呢，在爱尔兰打工能够赚到最多的薪水的工作呢，绝对就是洗厕所。因为我在爱尔兰洗厕所的时候，赚的薪资是10.05块。Hello， 我是 Susan， 我来自古晋Sarawak。那我在2015年的时候，曾经在 DC 又读Master in Journalism 一年，然后之后我留下来工作9个月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在爱尔兰读书呢，每个星期可以打工20个小时，放假的时候可以打工40个小时。那爱尔兰的最低薪资是9.55块吧。曾经在餐馆端盘子，然后拿了很多的 tips。那另外呢，我也在洗衣店帮忙，还有我也曾经帮中国的老板翻译 contract， 还有一些 email。在学校假期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放假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搭 Ryanair。Ryanair 就像我们这边的 AHR 一样，机票非常的便宜，只要19.9 euro 就可以飞到英国去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到爱尔兰去呢，都欢迎与我联络，因为我很乐意的跟大家分享我在爱尔兰的点点滴滴，还有一些在爱尔兰的资讯。